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在今天的节目中要带大家来探讨的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当中都可能会遇到的长照问题。随着进入超高龄社会，人口结构的改变造成的挑战不只是在我们的社会福利以及医疗资源，甚至更影响的是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个人层层面面。那如何要有创意而且还要与时俱进的来面对这些挑战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市政府的努力，为您邀请到三位专家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卫生局局长张贤正。小君好，各位基隆市关心长辈的基隆市民大家好，我是基隆市卫生局张贤正。局长好，局长是我们最年轻的局长哦。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长庚医院的督导林好。小君好，以及各位基隆市市民大家好，我是基隆长庚医院林好督导。督导好。第三位呢是我们的家属代表金翁正金先生。小君好，那各位基隆市民伙伴大家好。金先生好。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长照 2.0 专业来相挺。我喜欢跟大家在一起，这样比较热闹。阿奇伯，你很喜欢做饭团哦。真的假的？他失智以后没有拿过剪刀哎。不过呢，我们可以从他的生活经验里面去找到他有兴趣的事情，这样子呢，长辈他们就会渐渐的习惯来这里了。失能失智照顾需要，请拨打1966长照专线。会带大家来探讨这个长照议题，真的是我们现在即将要面对的挑战哦。那我们基隆人口的结构真的有巨幅度的改变，我们来请教局长跟大家来分析。好，我们因为高龄人口变多，然后他生的实在是比较少一点，所以高龄65岁以上的比例就越占越多。那台湾其实几年前还在关心说65岁以上超过 7%， 超过 14%， 结果我们基隆很快就要到达下一个门槛，我们讲的是 20% 超高龄社会。基隆在上个月6月底已经来到了 19.7%， 预计在今年就可以达到 20%。 我们推估全台湾大概要到2025年，所以我们比全台湾大概会早了2年进到超高龄社会。那当然我们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每5个人就有1个人就会是大于65岁以上这样。那等一下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说，那我大于65岁又怎样，只要我没有这么多生病的问题或是需要被照顾的问题，或是我可以被照顾好，那不管我几岁都不是一个困难，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也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抚养比上升，这个医疗资源的配置会面临挑战。那当然要长照这一件事情，这个问题就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其实我们现在要盘点基隆市的可以来设置长照的点，我们市政府是整合性的来进行记录。教育处跟社会处会来合作盘点一些这些能使用的空间，但是有时候长辈比较能使用空间其实是在1楼，所以在这一点我们也会跟教育处大家多沟通，了解一下有没有更多的空间，尤其在1楼的部分啊，可以盘给更多的长辈来使用。这也许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阿公阿嬷等等，但是他们就是会有这样的需求。基隆市很多长辈也会有这样的需求。在我们基隆地区长照的失能推估率有15000人，那这当中呢有8000多人其实都是没有使用长照的，所以就代表这一群朋友们其实他们是需要长照，但他不知道或者是不会用这个长照的资源。那因此我们最优先会在出院的时候有这个出院准备，在这个环节我们努力来让已经到医疗机构了，那么他会知道说我要来用长照，那至少我要回家这个无
障碍交通能够接送，然后呢还接下来还有陪伴啊，或者居家护理啊，或者是送餐啊，或者是洗澡啊、洗头呀、等等等等很多的生活照顾哈，也都能够使用我们政府提供的长照的资源哈。那这个是一个路径，就是出院准备，我们要好好来帮助民众了解他有资源可以使用。另外一方面是身心障碍的朋友，在鉴定身心障碍的时候，我们也把长照的资源能够一起导入，让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他一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他马上就评估了他适不适用这个长照的资源。那所以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只要你身旁周遭家人需要长照，就记得打1966，会有人来专门的服务你。我觉得不管是跟协会这边的干部，或是跟那个处长这边，都在市长的指示下面，就我们有达成一些初步的方向的共识，那就是我们会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那在兼顾法规，但是又希望能够让整个这个产业能够活络，有比较好的服务的量能。可以看到基隆市政府就是跨部门来进行合作，就是要提升我们的长照量能。那当然跟着这个人口结构的改变，我们看到的就是人类将面临的就是疾病形态还有医疗照护的需求也进行了改变。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局长，在我们刚学医学的时候，我们台湾早年的医疗史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可能会因为生了一个病而得到一个感染，那我就很容易就会丧失我的生命。但是现在我们医疗是进步的，大部分的疾病，尤其是一些急性的疾病都可以被治疗，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可以继续的活着。那继续活着，我年纪更大，可是我越来越多人就会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慢性疾病可能不会治好，但是如果我好好的控制，包括医疗、生活、运动等等这些，我就会继续的越来越长寿。那但是我们大部分其实不只是希望长寿，然后就是我活着，然后我更多岁，但是我要活得健康，活得好。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在我们随着年纪增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有好的生活品质。如果我的慢性病可以好好控制，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但是如果我的慢性病让我有一些会失能的疾病，我可能因为心脏，可能因为中风，可能因为骨关节，那有一些治的比较好，有些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治好，我就需要人家来帮忙照顾，一点点的帮忙，然后大部分我自己生活，这时候我需要的就是长照。在刚才的影片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不管我的生活的各个面向，那不管我是继续住在家里，或者是白天去社区参加活动，或是有些状况比较困难，我可能大部分的时间住在居住型的养护机构或长照机构里面，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各部门的协同合作，我们卫生局跟社会处还有很多的民间的长照的这些服务的单位一起来努力，让我即使有生病，即使有失能，在一点点的帮忙之下，我都可以过得还不错。是真的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龄者常常有多重疾病，很需要被大量的照顾。那其中有一个最困扰大家就是失智问题，但我们基隆市政府真的很厉害，他就成立了第九处的失智地点，一块来看看其中画面。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和市议员曾纪言陪同失智长者一起比赛，由长者们自己制作的纸杯监狱的游戏，大家玩得非常开心。这是由基隆市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主管辅导的仁爱区机智一起玩学堂安泰乐林站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正式揭幕启用，这也是全市第九处失智服务据点，仁爱区的第二处，希望可以照顾服务更多的失智长辈，延缓退化。预防失智之能最重要的就是互动，长辈的生活好来子女在外面工作就可以放心。主收的人收的疾病，方全重视咱的长辈，加在咱小朋友的这个社会福利哦。代表我们安泰的同学，这个安泰第二个据点的成立，感谢长官，各位长官到来，谢谢。
基隆市卫生局则是希望继续努力，可以达到每一区至少有两处的失智服务据点。对，对咱那个谢市长吼，对咱议会议长啊，加余议员加几个议员吼，咱家人怎啊，大家拢足关心咱的老伙啊，啊，咱一区一区吼，怎啊地高金啊，咱这个继续甲拼，看有法度各区拢有两间的失智的据点吼，大家拢较近的啊无太严重的，咱小可有听。有的事情不记得的时候就来这里训练，这样我就会越来越提起来。卫生局预估今年内基隆市就会成为超高龄化的城市，也就是每五位市民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者，因此随着老年化及超高龄化的到来，失智症长辈的人数预估也将跟着增加。粗估目前基隆市就有5000人罹患失智症，就是像这样失智症这种多重慢性病，对医疗照护体系还有家庭的挑战，真的是要我们来严峻面对。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局长。好，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的高龄人口65岁以上的人变多了，那以前我们以为说我们就是不要生病，可是慢慢我们刚才知道我们就是会有慢性病，甚至你去问一个长辈吼，超过一半以上，甚至我们说有80%都至少有一种以上的慢性病。那有一些人是多重的，那所以我可能有高血压啊，然后有一些人有糖尿病、胆固醇高等等的这些。那如果再加上年纪更大，有一些人开始有失智，像我们刚才在影片中看到的失智，所以我常常会有需要看很多科的医生。然后这些病可以控制，那可能可以希望他不要退步这么快，但是又不会治好，所以在医疗上面跟照顾上面就都会是一些挑战。那刚才大家如果有认真看刚才的影片，这是我们上个星期第9个失智据点开幕，等一下我会再讲更细一点。不过这个影片我经过上个星期在现场参加，现在再看一次，我最大的心得就是我们这些阿公阿嬷来这里上课，虽然他们可能是失智的比较极轻度或者是轻度，但是他们不管在做手作的时候，他们注意看，或者是在玩游戏的时候，做完的手作在玩游戏，不管是跟我们的议长比起来或是跟我比起来，他们都不逊色于我。所以在这里然后大家一起上课，然后动动手动动脑，就会让我们的退步慢一点。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讨论，我有疾病，我可能有一点失智，有一点失能，我还是可以很活得很好的意思。是，真的是超前部署，就是要让自己活动开心快乐。那我们要请教金先生跟大家分享，其实很多的故事你是不是碰到过，然后又是不是又有什么样的照顾困难要挑战？那诚如刚刚局长有讲啊，他说现在80%的那个长辈啊，都有一种以上的疾病了、啊。那我妈妈呢，其实坦白来讲，她只有一种病，但是呢，这个病一根就跟她50年以上了，啊，那就是糖尿病。那大家也都知道，一个糖尿病呢，它马上就会带来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那呢，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呢，所以我妈妈呢，所以整个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那除了这个样子以外，他这几年啊，随着年纪增长，因为妈妈80几岁了，他这几年呢也开始失智了。所以呢，我们也大家也都知道，失智的人呢，不最可怕的是什么？他们会认为自己没有失智，所以呢，他们每次要去拿这些慢性病药的时候，那我们家属就会很麻烦。为什么？因为呢，对他们来讲，他们整天恹恹不待机，所以呢，拿药会变成是他们最大的事情。所以呢，问题是，我们这样讲嘛，三高。那每一种都要花时间去拿，然后呢，再加上糖尿病又会造成眼睛不好，所以我妈妈呢，她本身来讲，她基隆长庚也是老病号，台北星光也是老病号，再加上最近加上失智，她在台北星光又有另外一个新的挂号了，所以整体来讲，妈妈光是每个月花在要往返医院的身上，其实来讲其实蛮花时间的，所以呢，现在来讲，我觉得啊。那个我们家属在陪同长辈的话，我们其实很大的要花很多时间，是说怎么样说服他，现在很多领药或者是看诊的时候交给小辈，或者是说呢他们那个这种事情呢，就是可以搭我们的那个服务专车好，然后去，但是呢他们一直觉得说他们去看医生的时候，他们就是希望说要我们小辈带他去靠柄住啊，那靠柄好医生骗啊，所以我就说哈，这个是目前我们现在做家属的很辛苦的一点啊。哎，真的很辛苦哎，因为长辈真的很需要
子女陪在旁边一起去看医生，那当然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督导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医院医疗系统对于在家或者是在院，其实有推出的整合性照顾。嗯，其实呢，我们都会知道慢性病的病人其实他都是多重的。那在我们的临床上面的话，就是来急性期的一个过程，在医院的治疗当中，它当然不会是只有单一疾病，常常我们可能先把它的某一个疾病的急性期处理完了以后，那后面可能就会产生它慢性的一个部分，也会合并的产生。那这时候在产生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呢，就是它的失能状况就会开始慢慢的浮现出来。打个一个比方好了，假设我们今天是心脏上面的问题而住院，那可能住院完了以后，这一类的病人就刚如金先生讲的，长辈们大部分都还有一些三高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时候可能他肾脏在透过一个急性处理了以后，肾脏的功能可能也会受影响。那这时候可能我们就会病人说，哎，他可能要进入了所谓的洗肾。可是对民众来讲，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是心脏问题，到后面怎么会产生要洗肾呢？所以他们会对医疗的处置上面就会存在了非常多的疑惑在这一个部分。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就要开始不管是医疗人员或者是护理人员，就要在更加更多的解释跟说明。那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因为家庭结构的改变，常常家庭里面主要照顾者并不是可能是这个二儿子，可是如果谈到相关的经济费用的时候，可能就要找大儿子。所以呢，其实在这一个的沟通协调上面，其实也都会增加了我们医疗上面的一个就是很比较沉重的一些的人力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这一类的病人他回到家里，好，就又需要更多的一个服务。到底他是要长照的资源呢，还是要转到一些的机构，刚刚陈如局长提到的一些社区型的养护机构，或者是一些护理之家这一类的，或者是慢性医院，所以这些都是在的会影响到家庭里面的一个照顾的一个负荷的部分。是哇，所以真的就是需要医院来帮忙整合协调，看看到底是需要哪一种，所以医院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常常说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嘛，所以呢，我们的基隆市政府也很棒，就是他成立了银发健身俱乐部新丰站，启用了让老人家可以开心的到这里来运动。在卫福部国民健康署以及基隆市卫生局合作和新丰里长蒂蒂娜协助下，位在中正区新丰里民活动中心的基隆市银发健身俱乐部新丰站正式揭牌启用。我们都可以天天来做，而且每一样都可以有老师在旁边指导。只有在日常的生活中做好这些保健，透过银发健身俱乐部的硬体设备的建置，还有我们运动指导员，我们有证照的运动指导员，然后每个星期来上课，然后跟其他的长辈一起上课，又可以动动脑，又可以交朋友，又可以训练肌力，我们才可以延缓我们的退化，延缓我们的失能，这样以后我们需要被人家照顾，需要长照的机会就会更少。我们感谢新丰爱乡协会，感谢我们国民健康署和基隆市政府，我们大家一起来促成银发健身俱乐部。市政府卫生局进一步表示，新丰站是基隆市第二座银发健身俱乐部，希望透过政府和民间共同努力，达到长者活跃老化所需要的安全、健康和参与三个层面。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因应这个超高龄社会要进行的健康政策以及生活照顾的政策面向。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局长。好，刚大家看影片哦，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活动，不管是政府单位、民间单位，或者是在那边运动的阿公阿嬷，大家都很开心。所以，我们等一下虽然会谈到多一些延续刚才讲的多重慢性病，然后需要各种医疗跟照顾，可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预防。好，那预防最重要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能够在家里附近，在社区里面就可以有一个运动的场地。我们对于相对还健康或者是亚健康或者一些小的问题的长辈，我们有各种预防的作为，我们以后不要失能，不要长照，或是晚一点，所以我们有像这样子的银发健身俱乐部或其他的运动课程，我们也有一些饮食营养的课程，然后我们也有口腔的保健，然后或者是
让我可以那个均衡饮食，口腔保健，然后我就可以预防这些慢性病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动动脑袋，让我的情绪也可以变好。这种是我们针对比较健康亚健康的长辈做的一些预防保健的课程。那有一些慢慢的年纪更大，或是一些需求比较多，我们就会有一些社区的营养中心，那我们针对有不同的疾病或不同的需求，有更进阶的营养的指导。我们有请了两位营养师在各个里去照顾我们的这些社区长辈的营养课程。我们明年会再跟国民健康署争取从两位变成四位，然后到更多的里去提供服务。那另外我们除了刚才讲的健身俱乐部，我们也有一些室外的公园的一些动动健康班，就是一些运动的课程在室外的，结合所有这些预防保健的作为，可以让我们的不管是肌力、肌耐力、柔软度、脑袋、情绪、饮食等等各个面向都不要退步，退步到需要被照顾的部分，这样子是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因为很多的课程开设出来就是要帮引发长者来预防，让大家多运动，开心点。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金先生，其实他有使用过，不管是这个使用经验的居家服务啊，或者是失智据点啊，或者是出游，是不是有不错的经验呢 ？OK， 好，那就谢谢小君。那其实来讲，那个因为妈妈呢是属于。都这些刚刚服务哈，像居家服务，然后呢，还有就是说那个长照据点，那我们就举一个最实际上的东西好了，我们这样讲好了，你居家服务的话，我们之前也有请那个职能复健师到家里来陪妈妈来做运动，然后呢来训练她的肌少症，那这个呢就坦白讲，这个教练呢非常的好，他能够一对一啊，在这个时间内呢陪妈妈运动，但是他的缺点是什么？当教练走了以后，妈妈就跟我讲，好累啊，刚刚的完全是在人前演出，因为呢对老人家来讲，他很少会运动啊，达到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呢在长照失智据点的话，我觉得他们虽我有去看过他们那种呢，就当然不是一对一了，就没有所谓的专属教练，可能也许是电视带，也有可能是教练带，但是呢是对着全班大家一起做，这个时候就发现什么叫同侪的力量。当大家在一起动的时候，妈妈也会跟着动。但是呢，至少，她愿意每天呢，我的感觉上是这样子，她做完了以后，她不会抱怨说啊，刚刚是做给教练看的。她现在的话是说大家一起做，大家做，然后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她就很认真在做。而且呢，既然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做。所以呢他基本上他运动的时间反而比之前还多，那这样子有个好处，我是觉得说这两个，一个是专门是精准打击，一个呢是基本上是属于长期抗战，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讲才真的很难取舍。但是呢如果说真的让我妈妈来选的话，我相信她会喜欢说有朋友的感觉，是对的。然后对于有长照那有失智据点的话，我相信她会觉得说哎。我朋友哈，大家一起干扣，啊，那大家当这一次，我们扣点开后去挂，这是我们的感觉啦，是谢谢。哎，真的就可以看到是你可以成功的对抗肌少症这一件事情。谢谢金先生哈，所以刚我们讲的就是透过一些预防的方式，让我不要进展到生病而失能或需要被照顾哈。那当然还是有一些人没有办法，那在若干日子之后，我可能会继续的进展，那我可能就会失能需要长照哈，包括在失能跟失智的部分。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讨论这个长照的部分哈。那我们如果从这块板子来看到的话哈，我们就是在长照的部分，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来源哈，可能是我打1966，然后进去就会有人帮我做评估。那另外有可能是我这一次生病比较严重，在医院里面住院，然后在出院之前很多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出院准备服务。这个也是等一下我们长庚医院的林督导会跟大家做介绍。那不管我是自己家人打1966，或者是我在医院做出院准备的时候做相关的评估，那做完这些长照需求的评估，在医院里或我们去家里做完评估之后，那有一些可能就是符合，也是确实需要一些长照的资源，有一些人可能需要的不是长照的资源，是需要其他的帮忙，我们就会帮忙做转介。好，那如果是需要长照的资源呢，我们会用到哪些资源？有一些是我可能因为失能或失智，但是我还是可以出门，我每一天就搭着交通车，然后到我的
据点，日照的据点，或者是失智的据点去参加课程。刚才在影片中还有金先生都跟我们讲到，跟其他人一起上课一起运动会更有动力。好，所以这种是在日照的据点或失智的据点。那有一些人是在家里面被照顾，或是我从日照失智据点回来，我在家里面还是有一些需要帮忙，所以我们有一些是居家服务，我们有照服员，一个星期有几天几个小时到家里面帮忙做一些生活的各式各样的照顾。那在另外就是在家里面可能会需要一些辅具，好，就是一些不管是床啊、轮椅啊，或是移动的这些辅具。那在这些哈，就是在家里、在社区里，然后在中间的移动，在家里面的人，在家里面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长照会用到的资源，就是我们几包钱。那有一些人，我平常可能没有去上课，或者是我平常是家人或外佣自己照顾，但是有时候累了需要调整一下，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叫做喘息的照顾。所以长照里面还有另外一块，就是我大部分自己或请外佣照顾，但是偶尔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就让居服员来家里，或者是我送去日照，或甚至送去机构，然后做一下喘息。这些凑在一起，就可以希望我们把失能失智的长辈照顾到更好。是，这就是长照四包钱，多元照顾服务，来看看我们这些长辈，让他们生活得更好。那我们要请教林督导，跟大家分享一下医院如何来衔接长期照顾服务呢？那其实的话，医院里面来讲，我们都有一个出院准备服务组。那其实我们可以从住院当中的病人，我们来想说，这他出院以后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需求？比如说他出院了以后，他还是有一些后续的医疗需求。那这时候我们可能比如会把他转接到慢性的医院，好，或者是复健医院，或者是护理之家，或者是居家护理，然后居家整合的这一个部分。但是呢，还有一块的就是说，他可能回到家里面是需要家人照顾的，那这时候可能他需要的就是所谓的长照的一个服务的一个需求。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医院里面因为有成立了这一个住院转介组，那其实呢，我们医院的做法呢是在于就是说，他病人一入院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启动了一个叫做高危的评估。那这个高危评估就是说，因为我们会知道在急性医疗最多大概我们就住个八天到十天，其实他就要出院了。那现在长照的这一个服务里面，他又要求到说，因为我们要衔接各方的服务的能力，所以我们希望在有需要长照服务的这一个部分的一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就要先3天前我们就会到那个长照系统去评估完，然后上传，那这样照管中心他就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说，哎，我们长庚医院丢出了一个个案出来了，那这样的一个转介一个个案出来了以后，他们可以马上集各相关的能力就可以去服务这一个个案。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是说出院准备组的确以前我们早期所做大部分都是做医疗服务的部分，可是这一次就是因为长照 2.0 的整个一个加入了以后，其实我们也针对长照这一块，其实他们也是付出了更多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在这一个地方里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整个转介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我们讲8天的时间，光一个急性期的治疗接下来3天前要完成，其实真的大家的工作时间是不多的。所以呢，也希望就是有需要的民众或者是个案的时候的话，除了打1966以外，那一部分的话也就真的家里有这样的需求，就可以跟病房的护理人员跟医生讲说，哎，其实你们回家真的有一些不知道回去该怎么照顾啦，或者需要什么样的人员来帮忙，那我想这样的话我们出院准备组是可以义不容辞的替大家服务的，只不过是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们一个准备的时间，那大家的服务就可以到手了。甚至现在今年度的长照的衔接出院准备衔接长照的一个部分的服务是它有一个交通接送。早期我们有一些病人要回家了以后，尤其像一些洗肾的病人，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其实体力是刚出院的时候体力是很弱的，那有家人为了要带他回家，可能要申请就要叫计程车，那计程车就是在转送病人，就是不方便，不像我们的富康巴士这么的方便。那他们这时候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可以在出院前，我们希望他就可以接轨这一个交通服务的接送，
那这样其实对病人来讲，对家人来讲，都是最好的一个服务的衔接。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我们今年度大家在努力帮这一群病人的地方。是哇，真的很感动哎，可以看到我们的医疗院所可以这么的努力在为病人服务。那当然，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金先生，是不是有曾经这样的美好经验呢？刚刚听完那个督导讲完以后，我都觉得说很不好意思，很汗颜啊。因为当初呢，我们就是被服务的那些对象。哦。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心态上是觉得说，我们那时候是很幸运的，就是为什么讲？其实待在病房里面，然后因为妈妈呢那时候要出院前，然后就会有人来跟我们讲说，哎，那个等我会有人来跟你们讲，你们出院以后要做哪些事情。我们就反正是 step by step， 就一步跟着一步。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心态上会觉得说，好理所当然啊，现在才知道理所当然的背后原来有这么多，那么辛苦。所以我刚才会讲说很幸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享福的人不知道说在准备的人有多辛苦，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我们回家了以后，因为其实妈妈那个时候的话身上有伤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有跟基隆的那个长照中心、长照据点，那个不是长照据点，那个应该算是天下为公，应该算是A 单位，对，那时候我们有跟他们一开始有申请说，我们需要那个有能够教我们怎么样清理伤口、更换纱布的伙伴，所以他们就帮我们去找这些相关需要的人员，然后所以我们那个照护人员，对，居服员是有一部分是居服员，有一部分可能会请居家护理师去做卫教指导的一个部分。是，那我还记得说那位来的话，他是护理师，然后他真的很厉害，但问题是我后来发现那个术业有专攻，我们发现在清伤口上面看到自家人在那边脸部在抽动的时候，自家人真的很难下手，下那个毒手，有时候突然就觉得说，你是我儿子吗？你竟然敢下这种毒手啊？那这个是开玩笑，但是问题是整体来讲，就是我觉得说那个时候从医院出来到家里的话，算衔接的很顺。那第二个是说刚刚在讲那个像一些交通设备的部分的话，那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最担心的话就是妈妈可能需要一些像轮椅啦或者些什么东西的那个的话，我们其实那时候一方面在找评估的时候，然后呢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基隆市的话有一个辅具中心，那也可以先去做那个临时租借也可以去做申请。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跑到那个是新丰街吧，到新丰街的那个据点上去，那时候发现好多那个我们看过去以后，大概有两个大房间，里面好几十个那个轮椅。那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好像进到宝库一样的，那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就觉得就先借了一个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之前还曾经借过了一张床啊，对，他那时候连床都有，而且他那床是可以升降高低的，当然不是最新的，因为他的升降高低现在想起来他还是要用手摇的，所以听起来还有一点点早。但是整体来讲就是说该有的服务都有，所以我就觉得说，至少在那个时间点的话，他用到点上，让我觉得说那一段时间，其实坦白讲，没有觉得说很困扰。好，这是我对于说在使用基隆市的服务上面的话，觉得还蛮好的部分。是真的，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长照服务流程，我们要请教局长。是，好，我刚非常的佩服我们的林督导跟我们的金先生哦，那这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哦，所以我们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可能会知道打1966哦，那但是我们刚刚已经又学会了，其实我在住院期间，透过医院的医护人员的帮忙，他们帮忙做最早期的评估，就可以直接衔接我们长照的资源。那这个我们卫生局在过去这两个月非常积极的在跟基隆市所有的医院，只要这家医院会有病人出院，即使他是精神专科医院，我们都希望他可以来做好这个出院准备衔接长照的评估，然后能够让个案在出院之前就做完长照的评估。那刚才金先生帮我们分享了长辈里面用到的，例如说回家之后的这些居服啊，然后或者是督导刚才讲的交通车，或者是居家护理，然后或者是金先生刚才有讲到的各式各样的辅具床或轮椅等等，
我们当然说，如果更多医院帮我们了，那我们后面这些接手的，我是不是真的出院那天就可以安排好交通车，回到家就有尽快的居服员跟尽快的辅具能够进到家里面去？这个我们也都已经同步在努力中。那我们希望这些长照资源，大家透过1966，透过出院准备衔接的评估，那如果需要使用，就在最适当的时间点，最有效率的去能够提供。所以我们跟社会处就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希望后面的这些服务也都能够快速接手。是真的，就是服务很周到，而且全面俱到。那当然在先前的预防也有做到，要先带大家来看看哦，超受欢迎的社区合家欢。七堵火车站里面挤满排队等待健康筛检的民众，可见民众对于了解自己健康检查的重视。这么多这边居民来这边参加这个健康的检查，那也非常感谢市长、市议员的努力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这么好的活动。那希望这个活动能够一直办下去。感谢基隆市政府办理健康检查，让我们能知道说身体是否有出意外的状况，也感谢张耿辉议员帮我们争取这项服务，更感谢我们七堵区卫生所热心的服务。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解封，基隆市政府也恢复社区合家欢健康筛检活动。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和基隆市议员张耿辉非常重视，也在七堵区公所区长冯吉安和七堵区卫生所护理长曾明珠以及消防局第二大队大队长向永才等人陪同下，周日亲自到七堵火车站关心七堵区第一场健康筛检办理的情况。这场健康筛检活动也吸引非常多的民众踊跃参加。真的就是要预防胜于治疗，疾病是人们生活中经常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那如何从健康促进与整合筛检预防或是延缓来圆缓我们的失智跟失能呢？我们要请教局长。好，刚才的影片虽然是我还没有到职的时候的场次，不过我在五月到职之后，在第一个周末就有去看了我们的社区合家欢。合家欢是基隆市做社区健康检查领先全台湾各个县市很优秀的一个传统。那当然过去几年因为疫情，所以相对举办的就没有的这么的充沛，但是今年市政府跟卫生局跟各位社区伙伴很快就让这件事情来恢复。不过在这边也感谢各位市民，然后因为大家都响应的很踊跃，所以不管是刚才在影片中看到的一开始的场次人山人海，或者是我五月去看的场次，真的是很多人响应，然后重视健康，那也有排队的状况有点辛苦。那这个我们在每一个场次之后也都有做快速的检讨，提供更多的服务的人员设备跟动线的改变。那这个谢谢市民响应健康的重视。那我们今年的合家欢健检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个这个，那就是我们过往我们可能比较理解的就是我就去抽血，然后因为我们讲癌症筛检，所以我可能会有一些检查。可是我们今天讲高龄者，然后我担心是我失能，担心我失智，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整合性的检查。那这个检查呢，会透过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在合家欢的时候就拜托这些帮我们乘坐的合家欢医院。那如果你没有跟到合家欢的场子，去到家里附近的我们七区的卫生所，那我们也有在慢慢的邀请多一些的药局还有长照机构还有诊所加入。那现阶段透过合家欢的这些外展的医院或医院里面跟七区的卫生所，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问卷跟量表，里面会有一个叫做六力的评估，我就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让我知道说我们可能有一些认知功能的问题或行动能力的问题，或是我的营养状况，或是我的视力跟听力，然后或者是我可能有忧郁的问题。那这里也有一个 QR code， 这个 QR code 也是我们今年我们用中央国健署的这一个，它是一个 LINE 的系统，现在大家用 LINE 用得很顺，你把它扫描之后，我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六力。如果没有跟到这些场次，但是我可以帮我的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来评估，我点进去之后我就可以评估这六大面向。那评估这六大面向，它可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般人就可以看得懂的回答的问题。那评完可能有问题，不是代表我就是失智症，或者是我就是忧郁症，或者是我就一定会
进展到失能，而是我有这样子的高风险，那后续我就会到医疗院所里面去就医，会做比较精确的，比较精确有些是比较多问题的量表或者是进一步的检查。在这个ICOP 这个整合性评估或者是这个 LINE 里面，除了这六大面向，也会关心一下我们的用药啊，或是什么是我们长辈最重视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共同重视的。透过这些和交换健检抽血看有没有慢性病，做预防做治疗，透过这个整合性的评估，让我早一点找到，让它不要进展，不要更严重的失能跟失智，都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是，哎，真的，如果真的评估下去发现，哎，真的失智了，那怎么办？失智是有哪些症状呢？我们要先请教督导。其实失智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其实他的症状哦，他有时候比较会就有一些情绪上的混乱，那有时候基本上会对人时地物这个部分可能也会不是很清晰的。那我们会知道失智的话，常常也会有一种叫就是现在的记忆是记不起来的，有可能他可能从楼上走下去了，他可能要去 Seven 买个一瓶饮料或者牛奶，可是当他走下来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到说，他下来，他从要去 Seven 走进去那个场域的时候，他就会想说我是要来做什么。那这样的东西他可能会只会觉得是会把它当作是啊，我的年纪大嘛，就会有可能就是本来就记忆能力不好，但是这一种情况的一个他不会觉得他是不是已经有进入了所谓的失智的这一个部分。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会常常就是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可能他会觉得发现自己很容易有一些情绪无法控制，会比较一点暴躁，那这样的东西他也只是觉得说啊，天气热了，或者是说像有一些女性啊会认为说啊，自己是不是进入更年期。所以其实在失智症的早期的一些症状是比较不容易被显现的出来的。那我觉得我们今年的社区合家欢很好，他已经把这个 ICOP 放进来整个的一个评估里面。那我觉得在这里也是要呼吁一下我们的市民哦，就是说其实这些的筛检它只是让自己对自己的一个体认，哎，我们就很静下心来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有也不用太紧张，好，也不要就是说什么都不敢跟人家说，那就是想去医院看一下。陈如局长刚刚提到的，其实他是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检查，有可能你只是这个当下而已。那所以在有关失智的这一个部分，其实在我们医疗上面其实是要花更多的时间，他尤其医生他在跟他会谈的过程就要在逐步逐步的去区分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失智的这一个部分，所以这都是需要透过一些的筛检一些的评估才能够去做一些的确诊，所以也不用太紧张。是，真的不用太紧张。我们现场我们要请教金先生，是不是有什么的样的故事或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不敢讲故事啊，这是应该讲说我们其实呢，妈妈一开始的话，我先讲我们的状况的话，刚开始我们是发现妈妈会有一些断片啊，就是她常常就是说，就像刚才讲，去买东西的时候，她可能会忘掉她现在要做什么，才前一分钟讲，她后一分钟就忘掉。但是呢，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怪怪的。那怪怪的时候就觉得说，那刚好前我应该这样讲，我们的政府其实很早就有开始在一直在推广这件事情，只是说力度的问题。那我们这样讲，我们做小朋友的很不希望说承认说我们的老人家是属于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但是呢后来就发现他不太对，他有时候晚上整晚不睡觉，就会在那边整理他的药袋，他就很认真的在那边熬夜整药袋，然后呢不然的话就开始会觉得说好像有一些小小的怀疑一些事情，对，类似像这种事情。但小君姐太厉害了，对，然后所以就像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那我们就觉得说该去，就是后来就觉得说应该要先去让专业来帮我们评估。后来专业评估了以后，我们也很虽然难过，但是也很后面的另外一件事情要面对他，因为至少说我们都听到所有的人讲说失智是不可逆，但是他你可以不要让他跳水式的下降，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把他 hold 住。那再 hold 就进来了，对，那因为这个就是我们那时候最害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朋友，他们在照顾长辈的时候，长辈会很高兴的握着他的手，跟他讲说你起上。然后呢，你别人都不来照顾我，就只有你来照顾我，你真好，你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还来照顾我？
你知道那时候听完以后都觉得，刚开始会觉得很好笑，会觉得后来想想好可悲哦。为什么他们妈？因为后来照根据专家的说法是说，他的记忆力好像已经跳回到没有这个小孩子的时段了，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小孩子可能是照顾他的，但是呢，这个小孩子他已经不记得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讲说，他会到底会回到60岁、50岁、40岁、30岁，到底是哪一个时段，根本不知道。对，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运气最衰的时候，就是照顾的人刚刚好就是他忘掉的那一个人。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听了以后就觉得说，啊，如果说真的是遇到失智症的时候，赶快及早面对，不要再让他恶化下去。那不然的话，因为再更恶化下去，我们也有遇到过另外一个我们的老师，他其实那时候他也不太愿意让人家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很早，我在念书的时候，我的老师一直跟我讲，他的身边的失智的长辈。会有攻击人，但是呢，他攻击人，他只会分两种，一种是穿制服的不攻击，不穿制服的会攻击。例如说，像警察、像医生这种穿制服，他不会攻击，因为他知道这些是属于家，因为他是日据时代的教育，所以他知道攻击这些人会被打。那除了这个以外，都可以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听到说，哈，原来失智症这么可怕，他是会有攻击倾向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一直觉得说，为什么？妈妈一开始有小小的断片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觉得说，哎，不太对劲了，赶快去鉴定，赶快去鉴定、不要让它变成跳水式的。是，对，这是。所以长照的进入会让你们觉得很好，对不对？哎，绝对会，因为像现在的话，我就说嘛，现在妈妈去上课以后，我竟然发现她竟然又恢复了啊，有记忆大恢复术，我觉得很可怕，是说，因为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她会没有那么 linking，但是现在的话会觉得说，哎，她好像。至少说在那些课堂上面，例如说叫他画画，他可以很专心的把这个画画完；叫他串珠子，他可以把珠子串完。他耐心度提升了。是。对，这我觉得说，其实真的是有伙伴，有老师。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我自己的至少我的观察，我觉得说，觉得比他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电视，电视是他的朋友，会好很多。是，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基隆的长期照顾服务，您使用起来是很好的。对，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没有，坦白讲，我觉得那这个地点，因为我现在不确定，因为我们家当初附近的那个长照据点啊，他说他之前是在安乐区的那个长庚医院对面，我家住在那个乐利儿街那边，对对，然后他最近的话，他说在去年的4月吧。去年4月，那个长照据点才刚从徐郡那边搬到乐利二街那边。对我们来讲，对，应该讲的是说，因为在乐利二街这一个部分的话，它有成立了一个失智的关怀据点。那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失智目前我们现在就刚刚在讲的，很多的据点都一直在可能。政府的概念就是说，尽量是每一区都有一个据点。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长辈可以不需要跨区去接受一些相关的这一类的服务的一个部分。但是因为有时候就是其实这些关怀据点是需要失智据点是需要有一些的人力。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它就可以衔接得上。那现在这个据点的确是现在在乐利二街里面。是，我刚才会说担心的原因就是怕，万一下一回又搬家了，那这下就累了。对啊，因为可能真的就是我们拜托局长了。那真的要感谢。我们刚其实前段的影片就已经有看到，我们在失智的据点的部分，在上个星期已经有开设了基隆市的第九个的失智社区据点。那实际上我们期待我们每一区看能不能都像仁爱区一样有至少2个失智的社区据点。我今天真的非常佩服我们金先生哦，前半段我们一起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可以把爸爸妈妈陪伴照顾得很好，后来讨论到失智这个过程，我们知道他也很警觉，然后家人也可以让他去做很好的诊断跟治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还要调适自己的心情，然后能够让自己可以享受这个过程。那但是也提到去失智据点上课之后就可以有些功能的退步，包括肢体功能跟认知功能的退步可以去延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期待这个失智据点可以在
尽量的开展，不但不要不管叫做撤掉或搬家，然后还要再增加新的这样子，只能多不能少。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就是为了这失智长者，他失智据点举办的感恩茶会。知名企业董事长林银杏感谢基隆市卫生局辅导的信义延吉站失智据点照顾他失智双亲的用心，特地带来他们公司生产的杏仁茶以及芝麻坚果类甜点回馈据点办理茶会。我们非常感谢市政府在各地区成立了我们机智一起玩学堂，提供一个温暖的环境，有专业的那个师资及志工关怀照顾，大大的减轻我们家族的一些照顾的负担，也让我们家族有喘息的机会。也是据点内的一名失智长辈，也特别感谢据点对他们的照顾和帮助。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在家里面一个人哦，确实是很孤单。可是刚刚走出来的时候，他跟人家谈话啊，或者说在我们的活动里面，我们对人家比稍微一点的关切，我们都觉得说哦，好温暖了，我有这个朋友，我有这个在这里的同学啊，怎么对我这么好？那种每天来到这里的那个愉快的心情，回去之后，今天就很快乐的过完了。这些阿公阿嬷在这里，他们参加课程，动脑运动。不但失智不会继续退步，甚至会更有精神，活得更健康。真的就是要活得更健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卫生局它举办的系列活动，就是来帮助失智长者延缓失智的速度。对，所以我们刚刚前面看到我们新开设失智据点，阿公阿嬷已经享受在新据点的活动。后面这一段影片我们看到已经运作好几年的失智据点，我们的长辈，不管是长辈自己或是长辈的子女，感觉到爸爸妈妈就像我们孝顺的金先生一样，感觉到自己爸爸妈妈稳定，甚至还偶尔会有一些进步，然后就会来办一些感恩活动，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的据点可以来照顾更多人。在我们的服务体系里面，我们的失智据点我们会先透过医院的诊断，我们目前在布利基隆医院、在长庚医院跟市立医院都有失智共照中心，他们会做失智症的诊断，然后跟相关资源的衔接。那有一些人适合到社区的失智据点去参加活动，刚才这些据点，然后就会帮忙转介到这些失智据点。那当然大家也可以自己透过我们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参加我们失智据点的活动，不管是你原本就已经有长照，或者是打1966，或者是透过我们的卫生所或卫生局的网页。今年我们基隆市卫生局，因为目前不是每一个失智的长辈都在据点参加活动，所以我们有办各式各样的，可能在打电动啊、桌游啊、运动啊、出去烤地瓜啊等等不同的活动。那有一些针对已经在据点的长辈，有些针对还在家里被照顾的失智长辈，都可以透过这些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参加失智的活动。是，可以看到我们卫生局真的很用心，而且他们还推出了居家医疗整合还有失能家庭医生的一些计划。那当然在我们林督导这边呢，他们也有很多的服务经验，就是为了要帮助或成就，让所有的照顾者很有成就感。其实的话，我自己本身在做出院准备服务的时候，我大概也做了半年的这个实务的一个经验。那其实我只是把两个个案来做跟大家一个分享。那这个从这个个案里面当中，我们怎么去如何去结合到刚刚我们提到的有社区医疗群以及社区当中的关怀据点。我有一个就是80岁的一个老先生啊，他因为是独居，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跌倒了以后被里长就是送来医院了。可是因为他当时的怎么原因跌倒是昏迷的这个情况是不得而知的，所以来的时候状况不是很好。那我们做了一些紧急的处理以后到了加护病房。那后来出来的时候，那其实在他紧急就医的这一段的时间，后来我们有找到他的小孩。那其实呢，我们起先以为他是独居者，结果呢，因为这是大概我们基隆市可能也比较会常常发生的一个状况，因为好像我们有一些长辈都不大喜欢跟自己的小孩住，那我们有蛮多就是一些长辈都是自己居住在家里，那他小孩可能就在新北的这一个部分里面，可能就租屋工作。那回来了以后的话，就是要再出院了。那出院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是叫儿子的，就希望爸爸可以跟他一起到台北住，但是爷爷就说他不想要，他自己回家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可是呢，我们会知道他出院了以后，其实他会再次跌倒的比例，发生的比例是蛮高的。那我们也感觉到说他这样是会有一些风险的。那当时本来他们这个个案是透过1966转来给我们的，我们的1966的督导，可谓督导就说，哎，好督导，你帮我看一下哦，我们有一个病人啊，说想要有一些的储备的一个部分。那我就说，哦好，那我去看一下现场，因为刚好是我服务的这一个单位别。结果问了一下，他真的是不符合储备长照的这一个的服务需求，因为他可以动啊，他可以自理啊，对不对？他只是少了一个人而已，可以陪伴在他旁边的安全。所以呢，我就结合到这个社区的关怀据点，还好这个社区呢，这个里呢，他有关怀据点，就打电话给里长。里长很压抑，说我竟然会打电话给他。那这个沟通了以后，那我们都知道社区的关怀据点，他可以做到，就是他可以打电话问安，也可以帮忙送餐到他的家里面去。那其实呢，我就拜托里长说，你可以帮我做两个礼拜，每天呢就是去看看，帮我去看看他，然后送个便当给他，那确定他在家里是安全的。那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爸爸也高兴了，因为他可以自己在家里，他小孩也放心，说他回家的时候他不用再担心他爸爸会不会有跌倒。那第二个部分里面有一个个案，也是一个奶奶，就我们刚刚提到伤口，那伤口照护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在家，我们怕他不会换药，可是他就是要回去，他也不要跟他小孩住。那我们的转介师很厉害，就用他的 Google Map， 就说阿嬷阿嬷，您家是不是在家边啊这间巷啊靠是不是这间店？伊讲有这间 7-Eleven 啦，我们一般会找的比较大一点的那个标志，比如说像 Seven 啦，或者是全家啦。然后就找了一下哦，哎，真的有。那我们就说好，那你就往前走走走走到哪里有一个诊所，那我们就跟这个诊所说，我们有一个阿嬷，她真的出院伤口真的是自己不能够换药，那就到诊所去，诊所可以帮她两天来换一次。那这个部分他是可以健保可以给给付的。那他回家了以后，自己阿嬷就会，我们也达到了他出院了以后后续的医疗能够接轨，他出院了以后他后续回家了以后回到家里也是安全的。那这就是我们转介的这一个部分，真的可以是做到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是今天真的非常感动，听到很多我们的卫生局，然后还有我们的长庚医院，然后还有我们的家属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很棒的故事。那最后一分钟，我们要请局长跟大家呼吁一下。好，谢谢。我们就希望我们的长辈活得好，那尽量不要生病，如果生病了我们就能够控制好，然后不要失能，不要失智。如果遇到了，我们就好好来努力提供最好的长照的服务，打1966。刚才督导告诉我们，金先生告诉我们，有一些我们长照服务做了，长照资源很缺乏，我们很努力，不管是在社区的，在家里的，那我们会努力。那除了长照之外，慢慢的有一些需要医护人员到家里面去的，医护人员其实更缺乏，但是我们也会下一步来努力，把居家的长照、社区的长照、居家的医疗、居家的护理都能够尽量做到最好。这时候，不管我生病，不管我失能失智，不管我想要在家里，想要跟子女住，不想要跟子女住，我都可以照我最喜欢的方式，不管我活几岁，我都可以活出我最好的样子。是，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哦，带大家看见我们友善城市的魅力。感谢三位来宾，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